今日就嚟到台灣拉票啦，又再次感覺有咩感覺咧？即係第一係覺得好攰咯，第二即係其實唔中意呢個遊戲，因為呢、這個即係呢個樣唔靚噶，跟住覺得咁有即係好 Halloween 嘅感覺咯。同埋因為今日我冇 partner， 因為 Christopher 未來，其實都 OK 嘅，因為即係都有好多人支持我嘅，都好開心啊。